今天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老三，欢迎大家来收看。今天今日节目吼，哎哟，大人那拢真哩无用，你讲囡仔敢袂懵者，囡仔正巴懵懵着吼，真够懵，但是袂问者，但是这心内话，真侪囡仔拢感觉讲大人那真哩也无用吼，这对囡仔来讲吼，就是代表讲，伊感觉吼大人学伊的时间上过少啊，所以呢，当囡仔来工 爸爸你好忙哦，你们说对啊，爸爸很忙啊，爸爸是董事长啊，爸爸很厉害，我咧会发起啊。人囡仔唔是要来看车、這、啊、個，囡仔咧插你啥物大人物哦。人囡仔问讲，你看这无用，其实是咧表达啥物？伊是咧表达讲，伊五万更加时间来当你己做伙。所以你呐听到囡仔咧讲啊，你怎么那么忙啊？是讲大人看也见你无用的时阵，这其实就是代表讲囡仔伊感觉伊被忽略去啊。 哦，这是一在今仔这个时代一个足大的问题啦，吼、哦！所以囡仔若讲，哈、啊，你那拢足无用的，还是讲伊可能不是家你讲，伊可能家你无讲，还是讲可能囡仔家家你安讲，讲啊爸爸好忙，啊妈妈好忙，吼、哦！等安尼讲的时阵，哦，咱要注意听，因为等下安尼讲的时阵，都是代表讲伊因晚讲搁较济时间要家你做伙，啊！所以迄阵吼，你呢愿意来听伊讲，啊，你也愿意听下开小夸。 将伊诶即个感受吼，你会当小改体贴一下吼，囡仔吼，一个足大诶好处，容易满足啦。囡仔要求其实毋是讲足悬诶，其实一个囡仔真容易满足，所以你甲伊讲，是毋是你最近有啥物话吼？啊，结果呢，爸爸无时间来听，还是讲你最近有发生啥物代志？爸爸是毋是无了解？吼，你毋免这么解释讲。 当然爱无用啊！我大人哦，我若无用趁，我若无来无用趁。气，你是要食啥？你用即个理性诶甲伊回答吼，根本就无真正解决着伊诶问题。因为伊一个囡仔足大一个困扰，伊就是感觉讲是安怎等于需要诶时阵大人敢若无伫身躯边。即卖囡仔是足辛苦，因为伊做些时间伫校，伊做些时间伫补习班，伊做些时间可能伫安心班，所以伊会感觉讲伊甲爸母做伙时间。 其实诚地，但即摆囝仔足早是伊袂讲，伊诶喙袂讲，但是伊诶情绪一定有即个感受。所以我相信囝仔足些人心中，伊个家己讲奇怪较凯才无用，啊，我也才无用，大人完了才无用，吼、哦。所以即摆囝仔，其实吼、哦，伊诶感情诶需要，并无得到满足。这就是为啥物后来囝仔较青少年诶时阵，伊会有真侪真侪你想袂到诶物件。即摆囝仔伫遐拍人咧吼。哦 除了甲甲同学伫相拍、拍人，佫有人踮边仔翕呢。哎、欸，迎免来咱即个摄影诶所在，踮即个所在迎免呢，伊家己摕相机哦，即摆相机拢有当翕啊。伊就将即个拍人过程录起来哦，佫放咧网络啦。是啊，你也感觉即囡仔读个是袂得第三岁啊，咱拢咱是毋是咧想啥哦，较始做种代志，你也了解。伊即摆行为，拢是因为伊自囡仔时代慢慢累积出来，伊对社会不满。 伊会用即个方式来表达，伊也不满，因为伊毋知影要边来表达，伊只是青少年之一。吼、哦，伊用即个方式表达了以后呢，伊现在可能网络，伊唔嘛表达伊个心声嘛，伊唔嘛讲伊个不满，人会当了解嘛。吼、哦，即摆国小五年、六年，伊滴还帮派啊，勒索同学啊，为什么那样呢？简单讲，即个就是因为规个大人个世界想过无用。啊，其实大人世界你讲无无用啊，无可能，都本来就真系无用，所以请个朋友你听真足。 重点毋是你有无用无，重点毋是你讲我要给囡仔解释讲，为什物我要遮无用？重点毋是伫遮，重点著是讲伫你诶无用诶中间，你敢有去照顾到你诶囡仔诶感受？即个才是重点。无可能讲，诶、欸、啊无带台,、啊、台北，大家拢拢搬去清净农场，规家拢用用，啊无咱规台北规拢耍新西兰，吼，逐工他妈圣羊啊，吼，安尼拢上甲会用，安尼咱诶亲子关系就会好，毋是？ 哦，亲爱朋友，人甲人之间迄个亲密关系，关系好歹，毋是讲你做伙时间久，关系就好哦。啊，你做伙时间若真短，关系就歹，毋是，绝对毋是。即、這个理论你看，谈恋爱人你都知，两个人在谈恋爱的时阵，两个人都真无闲嘛吼。迄、哦那个无闲的中间，一礼拜见面一摆，迄两个人感情偌好嘞呢。啊，你讲结婚了后，感情更较好，逐工见面，我拄啊，颠倒病。 逐工见面哦，感情若偌歹你知无？所以你感觉奇怪讲，人嘅感情好歹，你也记咧即个观念。我甲我诶囡仔感情好，我甲阮翁讲，我感情好歹，甲我甲伊见面诶时间长短无直接诶关系，是甲你是毋是？吼、哦，有看老三诶节目，会掠着重点，会通知影讲，重点是我甲伊做伙时阵，伊有感觉比我了解无？当一个囡仔甲你讲，爸爸你好忙哦。 当伊安尼讲的时，阵伊其实是咧表达一个渴望，伊其实是咧表达讲，伊最近可能有一挂伊认为正要紧诶代志，但是你可能无甲听，你可能无甲看重，所以足简单诶，你毋免着逐天半两点钟，逐天着甲伊讲，故事，讲两点钟，无可能，吼、喔，会当安尼当然只好，但是无可能，OK，咱即摆咧谈问题，拢是实际解决问题，啊，无可能变安怎？你至少当你诶囡仔来讲，你足无用诶时阵。 你係雄雄醒起來講，即嘛囡仔甲你講，爸爸你好忙，迄、那个都是甲你 call 啊，你聽好不？哦，迄個是甲你 c 紧急的电话啊，迄、那个感觉啊，你在外講，安尼哦，伊講哎，歹、欸、啦、啊，爸爸都真正是足無用的，吼、哦！你唔要聽啊，講爸爸無用嘛是为著你，吼！啊我那英雄淡處的有咯，即外口多人攞嘛事業淡處的大中，迄用，你喜欢那样吗？我話你,你心情歹，你家己無用無用較忝，你好比就提幾下拄少。 你今在在跟你讲，爸爸你要忙，妈妈你要忙，迄就代表讲他需要你抱一下,、哦、一下啊。你就讲烂咧，一个讲啊，拍摄啦，爸爸真正是足无用的吼、哦。爸爸毋是调理过的，其实爸爸是足爱跟你做伙、哦、但是我嘛是无法因为足济代志我爱处理吼、哦。欸啊、是毋是你最近有啥物代志爸爸忽略去是毋是最近你有啥物话，也你欺负，是你是你最近心情歹？爸爸无注意到、哦、你也紧甲爸爸讲。 今甲爸爸讲，虽然爸爸钱无用，但是哦，你呐要紧的代志哦，你呐最需要我的时阵，你赶紧卡电话甲我讲，啊是讲你叫妈妈敲一个电话甲我讲，哦，啊是讲你写一个 email 给我讲，都只要你呐需要的时阵哦，爸爸个安怎无用，我嘛一定会赶紧来处理你的代志。我甲你讲啦，你敢若即句话处理吼，治疗的效果，我毋敢甲你保证百分之一百，我来至少百分之百。百之百十一个人等于。 感情底有需要时，伊会当伫第一时间马上得到处理。敢若囡仔咧弄着，磕着你睡甲铺了啊，睡甲烧吼，配、啊啊、一个取暖啊裹起来呢。迄老三治疗效果有哦，迄足大诶治疗效果哦。伊伫第一时间伊有感受着讲啊，我被照顾到了。安、啊、尼大概恁中间诶问题吼、啊，大概已经破解百分之九十几啊。哈，你甲想看卖一个囡仔早起去哭到、弄着争几类，你啊毋是等下只咧甲烧。 啥都无去啊！你笑啥会？都无需要你啊嘛，对不？是时间，吼、哦，人叫做 timing，吼、哦，你做代志得爱一个司机啊。即、這个机卡毋是跟他讲囡仔甲咧问咧啊，我甲咧偷讲啦。那恁某恁翁吼，嘛是共款安尼啦。哦，恁翁阿当下讲啊，今天好累哦。给各位太太讲，你累我比你更累。嗯，你当外口做咧忝，我当内底母囝仔无你甲我试看，无咱两个相交换，无换你当厝内，换我来上班，你甲我讲你很累。哦 倾向废话去，对不？人先生是甲你讲一个很累，人是咧其他上面，其他讲啊，老公你好辛苦，你都这句话出来，你也唔免都甲按摩，也免都甲安怎，都唔免嘛。你也免甲提枕头、提报纸，放洗面苦水，都唔免嘛。都只要先生讲，哦，我今日脚痛啊，你摸啊，老公真的好辛苦，真的谢谢你。哦，刚才这句咧、就是，哦，都必个啉这个提神饮料哦，也够甲好用啊啦。但是咱人都是，咱都是会晓，哦，咱都是会晓，这叫做咱人的罪性。 想说老师嘛，跟你我们信的啊，说老师嘛，今日是咧讲说的、這、啊、個，讲对信的啊说，啊都真正有关系，就是讲，咱人内面吼，都、哦就是足袂让体贴别人。迄若无真正有一个神，大在咱的心中；，迄若无真正上帝的能力充满在咱的心中。该讲的道理，大行你嘛知道，大家也毋是无读册的人啊，拢读到等等博士，倒当啊，搁超博士，搁博士后研究，搁摕两个学位，这款的人，台湾四界吼、哦，你石头摕起来，结了结了，话你讲。 但是即款的人，伊敢真正有能力来经营一个美满的婚姻吗？伊无在调，对无，干他一个讲，我能力较强啦，因爸，伊囡仔开始讲，爸爸你好忙哦，干他囡仔讲一句话来，伊都未样处理啊，对无？所以讲真要紧，真要紧就是咧讲，真正咱人爱会样体贴别人的需要。所以你莫轻看一个囡仔，伊甲你发出一个讯号，你莫轻看我囡仔，甲你讲出讲，爸爸你好忙。 这句话背后是大的学问，哦，这句话背后是代表讲，伊今嘛，这个时阵，伊是需要你，伊是需要你改听一下，需要你稍微改笑一下，两分钟，OK，两分钟，这急急，吼、哦，你随处理了，马上都无问题，啊，你哪个拖，你无甲处理，变慢性，这个囡仔就是讲，反正我爸爸就不在乎我，啊，你钱赚的够卡济，无才你做甲要死去，对不？ 做个老倌，人甲你嫌个老倌，去甲恁同学讲，我爸爸都不关心我啊！我足心酸呢。哦，你爸爸对你很好，先喏，把人个爸爸拢好。因为咱去人道，人甲咱当作人客，那么讲啊，冰箱打开吼，要吃什么自己拿啊，遥控器啊，你看啥，家己准。吼，人讲好温暖哦。哦，我去人道的时侯，人拢甲我奉为上宾，滴阮刀吼，你阿妈阿甲我看做阿足唔值钱啊呢。这就是讲你要了解，迄时，你是人客，你久久啊去一拜，无你好当你达刚去。 你若单礼拜，你一日拜天，逐刚去；，伊若逐刚去诶时阵，伊又甲你讲遥控器，家己阵，我头挂掉，你做球来踢，无可能嘛。吼、哦，所以你就是讲，当人有一个需要的时，你要第一时间，吼、哦，第一时间诶时是你 touch 到对无？迄效果都上佳好。吼、哦。所以当若日后，你囡仔咧甲己讲，我，爸爸你很忙诶时，阵，你来这里，吼、哦，老心直接甲己讲诶，就是讲，你只要有两分钟，吼、哦，来去解决伊诶问题。 迄个效果比你日后出去出国开几落十万吼、哦，三日两暝诶效果抑搁较好。这个是讲咱甲囡仔做伙阵，你也了解。因为我们台湾即个所在，逐、这个太无用的过程中间呢，咱失去了对囡仔了解。即个伤过无用的过程中间呢，其实小小的动作而已，但是大人无即个观念，结果日后咱付出搁较大诶代价，用搁较侪钱，咱个去败家。 真不容易，才排一个三天两夜，带出归家结果咧，下来后一肚子气，是唔是啊？咧，大波弄啊咧，花钱又受罪，哦，什么什么处理你啊？家你嫌讲这也无好，那也无好，啊，大家处理意见也袂合，一为三三日两眠开这侪钱，当然咱就大家讲，你、嗯、忙、嗯嗯嗯、做家己想爱做个代志啊。结果处理啊，囡仔讲要打电动，咱大人会多，我千里迢迢对台湾家你赶出来，你家带咧饭店讲你要打电，讲你,你要看电视，你莫讲咱袂诶，对不？ 那是不是一百岁了起来，就开始都骂哇，三天两夜吵架之旅，对不？啊，火也火阿起，就讲、是、啊，教水人讲啊，老三你唔知道，真正做一个一家之主，实在有够歹做，我真了解。但是今听老三跟你讲，其实做歹做是因为你做者眉角你都了无到啊，结果你开大钱煞都无效果哦。 你不如讲，真正你看到上面节目时，你稍发用心一点吼、哦。一些小地方，你都稍发注意一点，对不？这款物件，这种圣经那面甲咱教做人的种个原则，做人的这个要点哦，提纲挈领，甲你教甲清清楚楚。所以你那是会了解的时候，包括你的囡啊，哦，你的太太，你的翁，甚至讲你,你大家大官老人家，人一句话的时候，你会通处理一句的哦。人家发出一个问号哦，那发出一个物件、哦，一句话的时候，你对一句的。 你会当解决足大的问题，结果人甲你逐个阿乐哦，讲你新妇即足够诶，哦讲你只囝婿足好诶，所以足侪代志哦，伊毋是困难，是咱未晓。你若会晓做即个钓的动作，伊发挥的效果是非常大。所以往日今仔直接老三所讲是帮助咱真侪朋友，我知影你真无用，我老三家己本身也是真无用，我真了解无用诶无奈，但是更较无用时，阵，你也用一块技巧。

现代人著是拢无用、啊，所以咱必须也爱教育咱的囡仔，当囡仔伫抱怨，也是讲太太伫抱怨，讲奈真哩无用，诶？」时阵哦，咱毋好转一个想起起来，因为吼，有时阵咱人著是安尼，人伫表达讲你较会遮无用，其实伊是伫表达讲我需要你，啊，咱来该做做讲，你伫骂我，啊，你咪甲嫌讲我想无用，啊，你已经真好啊，人有诶人因人咯暗时就冇得顿来，人一日出差出去一两个月。 句句诶则有看到家家己个先生，你个个嫌我无用，对无？有人骂伊仔你袂歹啊，你诶恁爸人咧掠鱼，半年则等下一摆，诶、欸，恁若惯了讨海人，哦，人囝生出来阁看到阵读国史话，你是知影啥话？唔、啊，你你讲啥物创啥话？你讲诶物件都毋是伊诶问题嘛？但是你现在安尼讲，因为当伊咧讲，你足无用个信号，咱会感觉讲咱互骂，咱会感觉讲咱互嫌，咱会误会伊诶意思。 咱的直觉会就如讲，敢若亲像是伊是对咱有一寡不满诶所在，其实毋是安尼。当一个人讲，你敢若做无诶时阵，伊是种毋办讲伊需要甲你做伙哦，所以你要正确解读嘛。哦，你要了解人问迄句话真正诶意思。你毋通家己先拢想对歹诶去，啊为人个性著是安尼。凡事拢对歹诶角度来咧解释，凡事拢想对无好诶去，你安尼你袂快乐啦。哦，所以当然安尼问诶时阵，你都莫一日两的火气著起来。 啊！你媽媽个麦直个解说，我安怎才无用。你知无？爸爸着佮爱个牧羊教会吼，着爱佮探访会友，着爱佮写文章，着爱佮录节目，着爱佮出去讲道。我当然我也无用。诶、欸，即伊毋是你的心理辅导呢？你无需要去甲伊侃破烂安尼呢？即马伊是你诶囡仔，伊是恁兜诶人。所以当伊咧甲你讲即个物件时吼，咱家己爱先出发调整一下。你若有足济足济委屈、艰苦，感觉讲拢无人了解我，即、這个查甫人诶无用。 你是捌三岁，即款诶话吼，大概毋免甲恁兜诶人讲啦。即款诶话吼，你会足想要甲恁兜诶人讲，但是通常讲出来拢不但无效果，更是反效果。吼，因为你安尼讲诶时阵，领导位人伊嘛感觉讲，哦，你即马对咧骂阮未晓体贴对不对啊？你即马是咧责备阮足未晓少好嘅对不对？即逐个都无迄个意思，但是出来拢跟他毁大吼。 甲浪非弹炸药安尼拢炸甲乱七八糟啦，足济家庭气氛就是這樣都是安尼母甲儿拢差去啊！哦，所以你家己讲话吼，你若像即种个，较较家己内面有干么啥物委屈痛苦，你也祈祷甲上帝讲就好啦。啊，那我去教育甲牧师讲啦，啊那我拢小组时阵大家提出来讲啦，我的建议就是讲吼，家己人吼，唔通讲这啦，哦，唔通讲这啦。所以呢，当然伊若跟你讲你呢，即部分时阵吼，你去教育。 当然，一开始咱来讲啊，我都要讲吼。你先体贴伊，讲啊，我是不是因为我无用？我无用造成你的损失，我无用是不是有碍着咱的关系，一、这个咱头一个解决。吼、哦，第二咱才过来解决讲吼。其实吼、哦，爸爸你无用啥物，你敢有了解？你有了解无？咱是心平气和，吼、哦、去了解讲，吼囡仔会当了解的，人诶冲突都是无了解，都是无了解，吼、就是。哦 啊，有人我有了解，啊，有了解都无认同，吼、哦，有了解真系是安尼，但是无认同伊个做法，所以人会冲突，哈、哦，所以你要先了解，过来你要学习认同，因为你认同伊伊才会改变，你也无认同，你安尼未使，你甲讲未使就会改呢，人足奇怪，你如果讲未使，伊空空都是变安尼做，人都是足奇怪，种人是做人都是安尼，哦，迄咱人一个做性就,、哦、就对了，哦，所以讲尽量去了解，了解了后。了 尽量去感受，或认同一下。那经过即款的方式了后，咱才来沟通。所以你你的，甲你个囡仔讲，讲啊，你讲咱爸爸写那无用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世间有足济困难，是咱逐个爱落共同来努力嘅。好，你教育你个囡仔，互伊知影讲无用，也唔是歹。啊，无囡仔讲，哇、哦，我爸爸就是无用，所以伊对无用产生一种反感，即将来伊嘅工作。 会造成一个阻碍哦，因为将来当中工作上，伊也是一个有成就诶人，人也足需要伊啊，所以伊会足无用啊。当伊无用，所以伊就一个罪恶感，因为较早阮爸就是足无用，所以无够关心我。难道我即摆嘛要做一个无用诶人吗？伊会对一个无用大标签，伊会感觉讲无用，就是代表时间管理歹，啊无用就是代表足事无好诶物件，代表讲吼啊真好大喜功，代表讲只爱伫外口有成就，啊拢未晓体贴家己厝诶人。 一个简单的模型，他会赋予他很多的意义。伊会家己去想做些物件，哦，所以安尼就卖去啊。所以我咧讲，这个波形的物件，现代人爱处理。你会跟你的囡仔来分享，讲什么波形？就是人看我有气啊！我毋知系波形。我呐会，我呐做一样。我咧讲，哦，我刚刚搭唔出嘛，应用无人要请我去讲道，也无人要听我讲、啊、话。嗯、咱今日就是讲，咱过去咱的人生，嗯、咱。 足认真，得经营咱的人生，人今仔有甲咱肯定，吼、哦，啊，人系毋万讲咱去甲伊协作，我唔起会则无用。但是如果我诶无用，已经造成了连阮厝诶人都感觉讲，即个爸爸有哪无安尼，我系检讨。你听有无？哦，你诶对你跟他表达嘛，你诶永远表达讲家庭优先，我是足爱恁诶哦，我是足看重恁诶。 所以，如果爸爸的无用，已经造成恁的困扰，你一定要甲爸爸讲、哦。所以无用不是无好，可能也是家己爸爸这个时间吼、哦、管理了无好，我可能无注意到恁的需要，请恁帮助我，请你们帮助我。哦，因为我无万万讲我拢无用外口的代志，结果自己家己厝的人无照顾到，安尼都本末倒置，安尼嘛是失败啊。你安尼的时阵，这个囡仔是唔是得到一个较好的教育？你囡仔就成讲，我爸爸真无用，其实是因为一家成功。 但是虽然你真冇用，伊永远将我放伫伊心中的第一位，吼、哦，放伫一个重要紧的位置，所以你这个囡仔伊就开始有一个安全感，吼、哦。而且呢，这个囡仔将来就成讲，安尼我将来我要像我爸爸呢，哦，会受欢迎，哦，我就是因嘛讲我工作会通有成就，这囡仔伊的心中比较一个正面啊，一力量啊，讓他可以通往前走，我再,再来也帮助这些囡仔怎样？ 将来有一时，你会更加无用，因为即个时代都是哪来哪无用。但是无论你安怎无用，家庭要肯第一位。无论你安怎无用，你也会晓关心你的囡仔。所以，即个是用咱的家己亲自做一个好嘅、好嘅，这个模范，互囡仔来学，伊就会知影讲啊，对，我无论安怎无用的时，阵，我就在关心我身躯边、上盖有需要的厝的人。我想安尼吼，你的家庭。 暑假才当两边冻过了好势。好，好了，阿囡仔真够猛个猛，啥物咱下一接继续来收看，多谢。无讲未爽快哈，无、嗯嗯、看到什么节目，你唔知讲有人在使捧船，拜晒拜高高月安尼吼。 跟你我咧讲，过阵靠这食饭，另日再来讲。今日这次想要甲大家谈的，就是讲，来介绍一下，咱台湾有一个较有名诶。哦啊是哪会有名，一定有伊个原因嘛，对不？所以，咱邀请来一个总干事，甲大家说明。先对大家请安。诶、欸，大家好，我是郭廷祥、欸。来来来，介绍一下，咱你若讲伫台湾哦，咱足侪观众朋友看这节目啊，吼。啊，我有机会要来看一下，我毋免、欸、就使我看人使一下吼、哦。有啥物较出名诶所在推荐一下？哦，由于咱个网网上也。 全国的除了以外，<對>哦，咱这这部阵地所以我简单介绍一下啊。對對咱为北部开始，<好>北部就是咱这个呃有名的商溪，靠这个芙蓉海水浴场。嗯，哎、这是应该是出名的。黑、哎、车也有经过，对，阿、啊、有交通伊便，也有一个双溪也内河。 嗯、啊，外面就是两个夹角保护，嗯，所以它是也是三四十年的李树底下啊，设备也好一点、哦，哈、欸，哎，一个俱乐部形式在那边，不在办过国际比赛，哎、欸，国际比赛啊，跟、哦、国内比赛拢 OK，<好>啊，过来就是淡水河这个巴黎左岸，哎、哦，那么、啊欸、一个风环码头，那是台北县环委会的。 哦，所以淡水唔免去较好量啊，淡水就有啊。对，淡水啊，因为淡水有这个涨退潮的问题，哦，各有它的特色。嗯、那北部也比较、嗯。啊，淡水是坐捷运，你要去坐船过平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诶、哎，你要坐渡船买菜，甲行路过去，还是你塞车？就是坐左边呢？你只要对巴黎。 哦，巴黎那边贵，巴黎就一巴黎这边啊，而且呢，也蛮多传种的。是啊，过来的是新竹啊，旧渔港那边也是新竹那边。旧渔港要哪推动了蛮多年的啊，新竹也是一个风城啊，风涛多啊，风涛对，所以他们发展的蛮多的。嗯，啊，过来就是讲南台公风浪板呐，风点咩通宵啊。 通宵加这附近，这风嘛真大。这块我较无了解。欸、通宵迄条街，真侪两咧升风浪板。欸、对哦，啊，这个、观音啊，通宵哎呦啊，即、这个风浪板蛮有那个活动力。欸、我插，一句话吼，伊俩当升风浪板，是不是得当升冲浪板，还是能会输？哎、欸，因为硬模港湾形式哦,哦，那风浪板是要出出浪区，那冲浪板要在浪区、嗯、啊，浪型要漂亮才能冲浪。哦 啊，o k 讲啊！中部台啊是安尼，阿哥来日月潭嘛是很好的所在。你日月潭哪地的水反转。对对，哥扎弄禁止，阿今嘛慢慢啦。还有台湾电力公司也有这个，这个是没有污染的嘛？它的它的产品都污染嘛？行行行。所以大概跟那边一些营业、存啊。 一些协商的，能大概有一个区块啦，啊、大概卖以后好像应用，<解>所以你话谈嘛进一款，过、嗯、来的高用企业爱河，我爱河啊有啊，爱河因为整治今后啊，伊呀 还有变做诶示范还是练习在那边。诶，安尼讲雄的朋友哦，诶，高雄的朋友等光先上网站去了解一嗯。你要看那个爱河嘛，那是升庞准诶，我都唔知。哦。一般弄在基基础班都可以在那边开，就在市区来电啊，那样。嗯。啊，过来的有中山大街，往靠些沙湾。嗯，西子湾。现在南北部就是胡龙，南部就西子湾是最早。想出名。嗯啊，所以也办金子，一些甚高。 高雄市环船委员会啊，也管，所以因这边嘛，发电今后啊，基基础也很好，也很多班。再来往南就一个大鹏湾，阿比克肯定，阿比克肯定，单杠。哦，单杠。哎，大鹏湾，大鹏湾就是一个泻湖，啊，泻湖所以它也是今后也得保护诶，呃，安全，而不是开放海域，那台湾出去就是开放对啊，都开放业啊。所以一些泻湖今后也收窄，所以大鹏湾也是蛮多活动在里面。最近有一个要他要办一个就是到。 诶，东港到小琉球的比赛，哦，它这个六海里，当然这是稍微要越越一下开放水域，所以那个资格可能要审核一下子，不是每个人去造轮大会的，嗯，嗯，船型很多。当然，诶，花东地区也有啊，哈，美伦西口啊，啊，台东的三元海水浴场啊，啊这个整个这个就是把它连起来，还有垦丁。 哦，有一些做生意的，还是说给人家体验的也有。哦，那至于那个风浪板小板，他们就是可以玩遍各地方啊。哦,哦，因为小板就扛着啊，电话一联络啊，哪边有风啊，他们就就就就去啊。哦，啊，所以这个小板的机动性啊，强，而且他们都很乐意的在其中，是是然后切磋技术。嗯，那、啊、的当的不？ 旁买个滚滚的，弄真细个啊！别个别个车顶啊，赶个车内弄的，算方便啊、哦！吼、欸，真方便。哎呀，<是>所以今天介介绍大家你看北北、啊，你看第一时间对北加南，安已经台湾岛走出连接啊。所以你嘛讲讲啊，忠的那远，伫恁兜有闲一定有，想要了解骨济，赶紧过一拜工网站去看卖咧。哎，多谢大家收看，多谢恁钟教授，多謝,谢你，谢谢。